那个应该今天没有很多人期待这个吧？还是留到现在都是期待这个？不是吧？应该不要太期待啊，粉丝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开金口啊。那个我是19年来第一次上台弹吉他。那个大家就多包容了。那我觉得是什么？是包容，是自由。那我现在跟大伟有点紧张啊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结巴？所以啊，那个我想要请所有干部在我后面帮我们一起整体操队心声，可以？对啊，干部们，跟大伟需要你帮我助阵，上来吧。干部们辛苦的演出，好，你们大家。